上面看到呢，这三款呢都是以紫水晶当作基底的不同的材质、不同的磁场的貔貅呢，在这一刻呢相会了。这三位好朋友在这一刻呢，好相会了，所以我们把它录影存证，好把终于在这一刻当中不远千里迢迢来到我这里相会了。这个呢。好，这叫做紫钛金貔貅，这叫做紫超七貔貅，这叫做极光二三貔貅，它们都是以紫水晶当作基底的貔貅哦。这个叫做紫钛金貔貅，紫钛金貔貅可以帮我们招贵人财哦，这个贵人带财的非常特别。好，它的基底是紫水晶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好，灯光底下照，好，这个地方就是紫水晶，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紫钛金貔貅。再过来呢，这个是超紫超七貔貅，还有我们的极光二三貔貅。紫超七貔貅呢，大家一定会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紫超七貔貅了。好，它也是基底，好作为紫水晶，一般来讲你很少会看到这么漂亮的这个紫超七，为什么呢？一般来讲你看到等级比较差的紫超七就是逆紫，但是里面的真装物非常非常的少，好，或者是说你可能不紫，那真装物又少，那当然等级就更差了嘛，好，但是你一定会很少看到又紫真装物又多的紫超七貔貅。所以呢，他为三位好朋友呢在这一刻当中相会了，不远千里在这里在此刻当中相会了，我们一定要录影存证，好，给大家认识三种不同的，好，不同的这个一样都是紫水晶当作基底，不同的名称，那也不同的材质，不同的这个磁场。好，再过来呢，这个是极光二三，好，极光二三，好，它也是非常的特别，很极光二三怎么看等级，就是看这个，好，这个红色的这个，好，红色的这个像这个金字塔，你越明显，好，当然你的磁场能量就是越强了，所以大家一定会很少看到像这么漂亮的紫超七，还有我们的极光二三，还有我们的紫钛金，在这一刻当中经过大家的见证，终于在这一刻当中相会了。好，我们说我们要把它录影存证给大家认识，非常特别而且也非常稀有，等级也非常高，磁场能量非常漂亮的这个紫水晶为基底，这个呢叫做紫钛金貔貅，我们的紫超七貔貅。紫超七貔貅什么样特别的磁场呢？它这个可以帮我们招这个贵人桃花，意思说我们这个桃花是带贵人的，好，这个桃花是带贵人的嘛，好，毕竟我们如果这个桃花带贵人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少奋斗20年，甚至呢少奋斗一辈子，好，甚至少奋斗一辈子的，好，非常的重要哈。再过来呢，还有我们的极光二三，好，极光二三，好，它就是可以提升我们各方面的一个磁场啊。当然就是因为它有紫水晶，当然就是当有招贵人呐、啊，好，这些等等，好，可以改变我们这个整体个人的运势，好，开运的一个磁场。好，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好，所以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认识看一下录影呢，好，给大家认识一下非常难得少见看到的，好，以紫水晶当作基底的三款不同的貔貅。今天造物是这么样的一个神奇，在这一刻当中我把这个都是紫水晶为基底的三款貔貅，不同的貔貅在这里呢，好，把他们这个相会，好，每个人都是千里迢迢在这一刻当中相会了，好，我们都见证他的相会了。好，那就是这三款貔貅给大家认识了解。那我们的貔貅呢就是有手链也有项链，都可以上我们的卖场呢去做一个参考选择哦。